送东西的快来啊。愤怒的家巧，谢谢啊。嗯，满坑满谷，是大伙儿都坐满了，也没有走的，这就对了。哦，因为什么呢？相声啊，可以不看开场，嗯，一定要听后边，后边好，因为到后边演员们就要胡说了啊，就爱听胡说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嘴里都有谱，那当然有我们的底线。嗯，其实我们说句良心话，嗯，老说哎呀说相声净瞎说，嗯，但是我们比不了电视剧和电影，真的胡说比不了他们。你就是骂人的话或者如何如何的，嗯，电视剧电影都可以表现，嗯，我们张不开嘴，我们骂不了街，我们也不是不能骂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底线，不能骂，有底线啊。这个刚才岳云鹏和孙越，是孙越大家都熟悉啊，嗯，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对，这个孙子现在这个在，嗯，这孙子在，这您张得开嘴了，这个，嗯，外孙，对不起，是外孙，这个外孙也不像话呀。这个大胖子啊，嗯，很可爱，是啊，这个在后台没少惹祸，惹祸。刚才我要找他打架来着，是吗？啊，我上后台，我今儿带了一个平板电脑啊，哦，iPad， 他拿那个当电子秤踩了一下。我的妈呀，我搁在地上充电啊，他过来了，我称称吧，超薄了这回，嗯，啊，要不说高科技没有什么好处呢，哎，没有拿它这看成电子秤啊，他不能，他得过泵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腰没的那个玩意儿，腰他才合适的，啊，站在卡车上啊。这边这逗哏的刚才这是岳云鹏，小岳，我徒弟，嗯，越来越好，是，这今年也结婚了，哦，结婚了。哎呀，今年德云社结婚的好几个，是后台怨声载道，嗯，怨声载道，净随份子了，掏钱。你看岳云鹏结婚，嗯，我随300，嗯，哟，谢金结婚，嗯，给200，嚯，我那经纪人王海结婚，嗯，给200，哎呦，大 S 结婚，嗯，给300，哟，威廉王子结婚。嗯，给300，拉登出殡给500，嗯，您这人缘都是这么走近的，你说哪有花钱的不是，还不是，哎呀，你这事闹的，盼着吧，盼着于老师多能结婚就行了，哎，没有这日子啊。于老师坐后台也做丫鬟子，是结婚太早了，嗯，结婚太早了，没有收钱的机会了啊，这份子也不大啊，挺好挺好，嗯，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，是是不是，尤其岳云鹏，嗯，大伙看着喜欢，不错，长成那样了他还能干这行是吧，嗯，就长成那样才干这行，嗯，长成那样应该捧哏去是吧挺好，嗯，他们说小黑胖子所以说这个于老师会保养身体，买了好多腰子呀，然后哎，还是这出，我可爱说那个，你知道是啊，啊，好好说相声，好好做人，嗯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嗯，老少爷们这么捧咱们是无以为报，哎，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嗯，有嘴就能说，嗯，但是呢，也是最难的，也不容易，不好干，嗯，老得跟观众赛跑，赛跑，你不能让人观众追上你。哦，每一句话都得在您各位的前边等着啊，哦，这意识上您想啊，您各位攥着票甭管多少钱买的，嗯，看看票看看台上，看看票看看台上，我养活了你啊，嚯，哦，你想吧，嗯，你这说着说着，我们讲的叫包袱啊，笑料，说着说着再有3-2句快说完了，嗯，他要是猜着了，嗯，他马上就拿你不当人，不当人，他旁边还带着，嗯，带大姑娘呢，嗯，哦，等着啊，他一会儿准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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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要一说，他能站起来。哎哎哎哎，嗨，干嘛这样，啊？你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说，人呢，啊，干我们这行必须时时刻刻的精神紧张。对了，啊，倒不是说比您强多少。嗯。关键是我们要敬业。啊，要研究这个。四门功课。哎。吃喝
六门功课，说学逗唱吃喝。哎，我还您要说后边那俩呢。我刚才说的是逗哏的功课。嗯，捧哏的就四门。于老师是很用功啊，吃喝嫖嫖啊，我倒是不赌。哪有时间赌啊，是吧？净嫖了是吗？哎呀，你哎呀，很肮脏了。哎，这废话，我来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，因为现场肯定会有我们同行在记录啊。哦，你们这些年来每场演出台下都我们同行、记录完了找有关单位报告去啊。还干这事儿？这没经常有，经常有。那于老师所谓说的这瓢指的什么呢？大葫芦切开了瓢。哎，行吧，够了。哎，因为他喜欢养蝈蝈，养油葫芦啊。哎，自己跟家有块地，嗯，种的葫芦。哎，那个瓢。哎，葫芦切开了，对，是瓢。哎，北京第一瓢客。哎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？对。对，不是我办错事了他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同行记不全啊。对，有的字儿不会写。废话，就记这一个字儿。你别老拿同行开玩笑。谁呀？你也曾经是专业院团的主流相声艺人啊。对，都从那时候过来。就是嘛，你那会儿对吗？什么就对吗？他原来就是后来上德云社了啊，早先也是专业院团的。那倒是，也参加过大赛，是得过奖。对，一等奖，相声大赛一等奖，有拿着这个、上街啊、一等奖，走到街上对过、来卖光盘的，哦，挎一兜子，一眼就看见于谦了，走过来看看这奖状，要盘吗？哎，这跟奖状有关系吗？要盘吗？有美国的，有日本的，错，看吧，看吧，于谦都急了，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真是，你说的都是什么话？嘿。看看，嗯，看看，获奖，专业的相声演员，嗯，哎，知道，就是你们买的多，哎嗨，要不怎么后来脱离主流了呢？不许瞎说啊！谁瞎说呀、相声不分主流与非主流，我们都是一家子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家子，哎，对，啊，希望他们都好，真心话，嗯。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。我能说出来就不容易了，你还让我真心话啊。不错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同行，同行不是冤家，哦，啊，是仇人。哎，这还不如冤家呢。好好说相声，都好好干，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的相声演员，好好说，对得起观众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没错，一个艺人的良心嘛。嗯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对，拆开了是十二门功课，很多呀。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，嗯，都得下功夫学。今天开场，我们那小徒弟张云雷，嗯，唱的那叫太平歌词，对，那得唱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都算学。是啊，啊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越剧、黄门戏、大鼓、小曲、小调，都得学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哦，都得下功夫学。小曲小调也得学。那当然了，嗯，好多人都知道北京小曲儿，嗯，天津时调，嗯，东三省的小曲小帽，嗯，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呀？好几百年的历史，怎么会有这些个东西呢？是啊，列位，嗯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心声，哎，来自于民间，由打老百姓当中来。是，我们有时候台上唱大西厢，嗯，发四喜儿，是唱个什么画扇面、放风筝，哦，这些东西都是老百姓研究出来的。哦，都是小曲儿。哎，这我们也没事爱研究，嗯，爱研究爱唱，是，啊，有的时候抒发情感。哦，有情在里边。通过我这些年研究，我发现好多小曲儿，嗯，跟爱情都有关系。哦，都是写情的。你看，你还装傻啊？我本身我就不知道啊。我以为你想说本身就傻呢啊？哎，这我干嘛这样？于老师沾唱小曲儿那有一号，咱实话实说，哎，倒好唱。他打小他那个家庭熏陶就是唱这个的，家里边都家里都唱这个，老北京人，嗯，街坊四邻、老头老大爷也都爱唱。嗯，他有时候自己的生活跟小曲儿就都融入一块儿，这些年差着，是这些年岁数也大了，不年轻那玩意儿，嗯，小曲儿不离口，老唱着，尤其当初那个，嗯，搞对象的那玩意儿，交朋友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可乐呀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一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，我觉得可乐。您又要说什么呀？没有，
嗯，哪有什么可说的？谁没搞过对象？还是对不对？谁有十七，谁都有十八的时候。都打年轻过来，对不对？于老师，于老师今年是四十几了？四十二，四十二了啊。他当初那会儿年轻，十九二十那会儿，那会儿搞对象是那会儿比现在的年轻的多了。那当然了，那会儿是披肩发啊，披肩发在脑袋上头，打这儿打这儿起来嘛，这那也不像话。我也不能留披肩发呀，就是烫起来那哗，这老跟要飞似的那个。哎，我烫出一翅膀来啊！咱不懂，反正那会儿挺帅，啊、小伙子精气神也足，年轻主要。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是都那个岁数，你想他十九二十那会儿，那会儿咱是文言词叫卿卿我我，哎，有这么个词儿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哎，有两三天要不见面，真是我能说吗？啊，这没关系，哭的心都有。就那么想，女孩也想他，这感情在那儿。都这个岁数了，是这个别笑话啊，别笑话。尤其于老师是重感情的动物啊，是是，什么叫动物？重感情的人，重感情的人呢？啊，重感情。你要现在有时候他难过，咱们看着就这岁数了，可你要说搁着那个十八九二十郎当岁，都能理解，这很正常。那会儿要说一出差出门演出走几天，死的心都有啊。哎，这真想是不是啊？一出去。坐在哪儿掉眼泪儿，啊，还哭呢？想，团领导不知道啊？是啊，团领导就六七十岁了，老头儿看着他，台上说相声乐呵呵的，台下哭，领导纳闷儿，哦，丈二的尼姑摸不着头脑，你摸尼姑脑袋干嘛？老话嘛，丈二的和尚啊，也有大个的尼姑，哎，这，您就憋着摸尼姑，不是你丈二的和尚，就是这么句话。不要瞎说。废了，您说错了啊！自个儿坐在那儿，点上一根烟。哦，那时候就抽。抽的这个烟气劲儿，一嘴烟沫子。刚才没着。还没着，就一口就掐了，抽没了。哎，这呼，这一口够大的。过去那买那小的短的烟啊，这也太短了。哎，想女朋友，想了，唱了一个小曲儿，唱的什么呀？叫《休喜红》。哦，这可是名段。哎，怎么唱？盼回城，盼回城，满腹凄凉，草木凋零，血已阑干，泪珠儿倾，一阵金风过，落叶满中庭，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，在外飘零。真动情了，心声。对，眼泪哗哗的，真响，裤子都湿了。哎，我是尿了是怎么着？眼泪毛、眼泪，至于裤子都湿了，就是泪，泪如尿涌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泪如雨下，那泪如雨下。哎，难过。家里边那个女孩也想你呀、啊，当然想啊。坐在这儿，也哭，还不回来呀、啊？是，拿过一瓶啤酒来，这比我还瘾大呢。好牙口。喝完就睡吧。哎呀，这点起子呀，没有起子，拿牙磕的。哎呀，别说怎么打开的了，坐这想。喝完酒了，也唱了一个小曲儿。他唱的是叫无锡景调。
什么味儿？也叫探五更，北方叫找花台。哦，怎么唱的呢？为了巧才郎，叫我判断了唱，好意似崔小姐，喜香灯张郎啊，春花有秋月，谁知望啊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去找个流氓啊。什么找流氓啊？就没忘了吧。啊，找不是这词儿，找个色狼也不行，找郭德纲。哎，这差不多啊，这词儿。去思念啊，外边不能老不回来呀。 啊算这日子啊，于老跟着算啊，还有几天，算，哎呀，算。哎，我这刻毛豆呢似的。有这么算的吗？算刻，这是刻毛豆啊。这个呢，一样，是把毛豆放下。哎，对，还是刻毛豆呢。想，哎呀，嗯，哎呀，怎么还快到日子啊？算吧，还有三五天啊。哦，哎呀，这净抽了。腿上，哎呀，哎，嗯，想也是白想。对，唱一小曲儿吧。哦，唱的什么？唱的是《探情郎》。怎么唱的？一更里月牙东升，在外的人哪，啊，泪珠儿盈盈啊，啊，用手推开两扇窗棂啊，啊，树影儿那个摇动啊，树影儿那个摇动啊，哎呦我的这个心哪，啊，心哪，啊，心连着定啊，哎，什么长的这是？不是不是，这什么部位这是？还不心神不定啊？哪儿就心连着定去了？哦，心神连着定，这嗨。啊，没有，心神不定。心神不定啊！对不起，这个年头太多，是都忘了，都忘了。老词儿都是文学性强，文学性强也没有这长得错了。你这儿难过，女孩在家也难过呀，都一样啊。快回来了啊！哎，又一瓶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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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费多少酒这？哎，知道捂嘴了这回。哎呦嘿！还一串踢的，这叫双响啊。哎，行，别弄这个。这小姑娘想你啊，小姑娘也唱一小曲儿。她唱的是《打新春》啊，这倒熟。正月里打罢了新春，嗯，寡妇在房中口。寡妇？怎么寡妇啊？不是，她名字叫寡妇，不是有名字叫寡妇的吗？他们家种西瓜的。嗯，寡妇种西瓜致富。这谁给起的缺德名字？这是寡妇，就按这这么起名字。嗯，哎，这么一说就解释开了。嗯，哎，对，是瞎编的。正月里打罢了新春，嗯，寡妇在房中口问心。这唱痛快了，这太好了。嗯，寡妇年长76啊，还是寡妇？我你说36。二十六啊呀呀呀呀呦 啊， 啊， 啊，我的丈夫可未回门，哎呀呀儿呦。哦，二月里打罢了新春，哎，小家人房中乐滋滋，嗯，拿过来菱花照一照啊呀呀呀呀呦啊，嗯，小模样长得是真爱人，哎呀呀儿呦。哦，瓜子脸红嘴唇，通关的鼻梁是白肉皮儿，玉米银牙真四个玉呀呀儿呦啊。嗯，我比那个韩国的金喜善真好看，像他的洗脚盆儿，哎呀呀儿呦，像洗脚盆儿，实在找不着辙了啊。那就找辙来了，这一天啊，终于你回来了。那就好啊，
隔着一堵墙啊，你心都哆嗦成一个了。要见面儿，想了这么些日子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是，站在墙边上，嗯，墙里就是自己的心爱的。是，他也站在墙里边，嗯，他的心也是噔噔跳。肯定是，墙外是你，墙里是他。嗯，墙外边于老师汗都下来了，唉，老抽啊！你再听墙里边啊，哎这。烟酒嗓就这么落下的。嗯，墙里墙外，嗯，万语千言都不如唱一句啊。还唱啊？里边也唱，外边也唱。怎么唱？姑娘先唱了。唱的是繁星眨眼，月牙弯呐，哎哎哎呀。哦，墙外边是于老师唱。微风轻吹，柳树间啊，哎呀，心里痛快。墙里挂蝴蝶，墙外打光棍，就别唱了。光棍戏寡妇呢，这是？不是，就是就唱着这讲究，这什么讲究啊？这什么词儿啊？老唱也没用啊！啊，开开门，把他让进来，见面儿，一步一步走到屋里，两个人对面而坐。嗯，夜半三更，门插上了，哦，帘儿挂上了，嘿，桌上点着一根蜡，嗯，一人一杯红酒，四目相对，嗯，万语千言都说不出来啊！真是，女孩半天，嗯，端起酒来，又喝，哎。哎，嗯，嗯，呀，这红酒不行的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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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儿那么大瘾呢？这是，哎呀，这屋里带不了人了。这，你可回来了？哎，这说话吧。我想你想的都不行了。哦，我都十二点多了，那么晚了，孤男寡女，嗯，干柴烈火。嘿，哦，这是把军大衣脱了。这在屋里穿什么军大衣？腰里这绳子解开。刚下地回来，这是大棉袄。呵，这铁锹放下了。棉裤。哎呀，嗯，棉坎肩。哎。怎么那么累赘？毛裤。嚯！怎么样？嗯。秋衣。哎，这里三层外三层。啊。来床单儿。还裹上？也不是什么时候点上的，这是。你猜我想说点什么？哎，这脱衣服脱忘了。嗯。前儿看着的。嗯。我干嘛热了是怎么着？你也脱，哎哎哎！这有个仪式，这玩意儿。对脸坐着。嗯。这汗哗哗的，还那么热。哎，姑娘看着他。嗯。还晃悠什么呀？这说话不就完了吗？你离开这些日子，嗯，我才知道。我是真爱你，真喜欢你。你看看，我一时都离不开你。说实话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嗯，我也不想再说多余的了。早就该这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是不是？嗯，来，嗯，你给我唱一小曲儿吧。哎，我们俩耽误就耽误这歌上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要说段相声。谦哥乐了啊！哎，好好，还高兴呢。我给你唱一小曲儿啊！啊啊！今天晚上咱俩这个状态，哦，要没有一个好的小曲儿是拉不开帷幕。真倒是，我给你唱一个应时应景的小曲儿。什么呀？春宵一刻。这太应景了。嗯，听着。嗯，春宵一刻，只因么值千金。嗯，三袭牡丹，吕洞宾。吕洞宾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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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
黄河楼上梅花落，玉笛吹散满天星，绿树阴浓夏日长啊，磨坊里困住李三娘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嘿，真不错。女孩可高兴了，嗯嗯，就你唱了几句死我都值，你瞧瞧，你再来一段。哎，那就唱。钱儿高兴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会的还真多，我给你来。你听什么？你点一个，点一个。嗯，你给我唱一那个军乐歌。他还点呢，军乐歌，抒情的，你听这个。嗯，我就把烟放下行不行啊？我还老抽着。嗯，一轮明月照在了当空，秋风送过一片歌声，虞美人暗吃一惊，轻移莲步走出了帐中，立身月下仔细听，歌声在军营之中，歌声凄惨令人胆惊，俱是那楚国歌声，悲凉凉令人心惊，悲凉凉令人心惊。这就有点惨劲儿了，姑娘眼泪都下来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还好呢。这拿他下酒呢。哎呀，有话说吧。你再来一个吧。还唱？别耽误功夫，你再唱一个吧。哎，这点功夫净唱了。钱儿说：“对啊，我再给你来一个拿手的。”嘿，艺不压身。嗯，难的废话。我怎么会那么些个呀？肚腩太宽敞了。哎，会的多。这些日跟外边想你，我净琢磨上歌了。哎，琢磨点正经。你唱一个对花。对花，二月里来什么花开呀？嗯，二月里来兰草花开呀，兰草啊花开呀，花开想起我的哥哥呀，花开想起我的妹子啊，哥哥呀妹子呀，哥哥哥哥干哥哥呀，妹子妹子干妹子，气不冷冻一夜寒呀，爸不冷冻一夜寒，一朵一朵莲花花花也没开呀。这唱的还有点意思，把姑娘乐坏了啊。谦儿，你猜怎么着？嗯，天都亮了，那就别干点别的了。我送你走吧。走了。谦儿说：“行。”哦，你瞧，我还真听话，又穿上了。哎呀，这玩声乐多耽误事的。你这穿，姑娘也穿。哦，走，我送你出去。嗯，出去留神，别让街坊看见，怪害臊的。唱一宿歌有什么害臊的？这，往外走吧。啊。你唱的真好啊，你什么时候还来啊？嗯，缓两天。哎，对，嗓子都哑了。嗯，稍微哑了一点啊。嗯，我那说这样吧，嗯，那什么，我给你唱一个吧。啊，他也会。往外送你的时候唱了一个小曲儿，哦，叫送情郎。怎么唱的呢？一不让你又来呀，二不让你愁啊，三不让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奴的兜兜本是一个银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大包肚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。这太奇迹了。早就逮着这两句，一唱这个等于是街坊就都出来了。还那么些街坊，街坊站在院里边，哟哟，对对，那别笑话我们。唱一首歌有什么笑话？就说是呢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天干上老天爷，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几分钟，嗯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
送到了大门南呐、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这一元给我的郎买张车票啊、这一元给我的郎买上一袋三曲青胺呐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哦、送到了大门西呀、猛回头我就看见了有一个卖帽子的呀、我有心给我的郎买顶帽子戴呀。好，看颜色红白黑、没有那个绿的。谁戴绿的呀？小妹妹送我的郎哦。送到了大门北呀、猛回头我就看见了王八驮石碑呀、我问王八犯了什么错呀、只因为说相声桌子那挡住了腿。哎，是。